他们都上来了，有眼的气息，你们先去救济。 好好的大美人，怎么变成了长翅膀呢？快走！你们按我说的方位站好，尝试把自己的灵力注入井中。灵力？我懂，我懂。虽然不太会用，但有时候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力量。 灵力不够，你去帮岑婴，这里我来挡住。 只能白白散逸。死威，静睿，如果不是师兄发现。 真想不到，背叛者都是一样的苛责，怀庆氏，你也是。你们害死了二弟，还有其他的弟兄们。我虽然没用，但我身上也流着那个无知血，我要阻止你们。废物！你们是不是？
从巫族那里得到的元血，不行，我要让你去妨碍巫族。丢飞镖，好。 这次算很好打了，跟秦亚那一只比的话，不不不不，啊！再也不要说大话了，那太贪心了。
这就成了。我们做到了，还得出去看看。果然向着光就找到了月西郎。嗯，林道长说你们一定很着急知道各地的情形，他让我来转告一声，魔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。太好了，大伙儿都高兴坏了，没想到这个百神祭所这样厉害。已经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不想看到更多的人死，所以听乌照他们提起百神祭所，我才偷跑出来。你们也是二弟的仇人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，他再不好终归是我二弟。哎，那位高人他也走了吗？长柳，他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大概是回去了，我们也走，我还有事要找他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把在这儿经历过的事写成一个故事，就叫做《守山梦石书》，你们觉得怎样？又有故事了？这个你自己决定就好。哎，可是我还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名字。二体牢，三体坤，季轩辕，你是想把我困在这儿？那就来试试吧。不是说魔要过很久才会再多起来吗？他的精神力变弱了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魔才有了可趁之机。魔气远不如上回浓重，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。减弱，如果不是受了重伤，便有可能是分去了别处。毕竟这个梦境如此之大，要是长柳遇上了什么麻烦，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杀灭赤水的魔。不管他那边的情形怎样，至少可以帮他减轻一点负担。的确如此。精神力稳定了一些，看来危机暂时解除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只有等待。这个梦境中发生的事避不过他的感知，若是他想，自然会来见我们的。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
我不想令你为难。我也一样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很多的事，我不是他，可我又不能不是。我明白了，你原本就只是你。其实我有点开心，离开天禄城后的这段时日，纵然波折不断，却也是我这千年来最愉快的时光。和你在一处，我很安心。眼下这一刻，我也觉得高兴。虽说是有些不同的，你心中不必有任何歉疚。眼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情感，便如这河水冲刷过实力，即使是曾经有过的经历，但河流奔腾而逝，过去也仅是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再回头。我只是感到后悔。后悔？当我遇到静云之后，他一直告诉我要变得强大起来，可眼兽明明弱小的朝不保夕，能活至成年的更是寥寥无几。我下意识地认为他可以庇护我十年二十年，哪怕活过这些时候便死了，也比我的许多同族好上太多。我疏于修炼，从来没有想过静云也会突然离去，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就算你当时在拼命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时间太短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心境已经不同了。静云死后，我忽然明白，既然世间并无不朽，那么所有活着的生灵都是在与天争命。在我眼中强悍如斯的静云也是一样。我之于人族，和人族之于神魔又有什么不同？难道羸弱便不求强大，微小便永坠沉泥？没能帮上任何一件事，我觉得后悔。我想在我今后的一生中，永远都不要那么无力，永远不再有那样的心情。可是你救了我，你救了我很多次，因为有你，我现在才能在这里，所以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是已经很好了。你如何能够轮回转世？还要多亏了辟邪之力，虽然它令得静云早逝，但乱羽山一战后却也勉强护住了那一缕命魂。百神祭所下方的玉树上镶有铸魂石，是龙渊当年拿来收魂的玩意儿。姬轩辕不知道我的命魂已经离去，他应该是在乱羽山尽力搜寻的残魂。百神祭所又是天底下最好的养魂地之一，他希望那里的力量可以让我再入轮回。我在地界时听说，倘若命魂受损，进入轮回之境后，则要经由莫大的痛苦才有可能脱生。和重活一事相比，也算不得什么了。你之前已是妖力崩溃，因为静云的残魂之功才治愈了几分伤势，往后十年你的妖力都很难寸进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就像杨平的那个军师说的，哪敢牺牲，十年就十年吧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护着我吗？嗯。哎，
你要明白，我和他终究是不同的，而且这一回我有足够多的时间。喂，你们快上来，看看是谁来了。风组长，你果然平安无事，让你们费心了。当初进入惊天轮之后，这里魔气肆虐，我们奋力而战，的确是惨烈万分。在最后关头，姬轩辕大人拼尽全力才将活着的人送走，他自己却是被魔气侵袭了。姬轩辕，是那位传说中的帝王吗？正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而且长柳也说了，他并不是。赤水本就是一座牢笼，让进来的魔除了梦境出口无处可去。他们在这其中会不断的彼此吞噬，又不断的被消灭。这里的梦境出口是一个诱饵。不错。在那位大人沉睡之后，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梦里开始有了魔。比起一个旦夕即灭的梦，持续了上千年的梦域，期间魔的数量自然非同寻常。他认为与其让魔散落各处，不如掷下一个饵，将他们引到一处，再一举剿灭。后来当纪灵族流浪到这个梦里，便决定在此安身。那你们其实是一直在这里消灭魔族？纪灵族的力量远远不够，若非这一回魔族异变，梦域混乱，甚至引发了灵力风暴，我们轻易是不会进入惊天轮的。这赤水始终是那位大人一个人的战场。只是漫长岁月过去，他的力量也在慢慢减退，这个梦或许快要醒了。若还有什么疑问，不妨当面去说。姬轩辕大人想要见你们。先前未得姬轩辕大人的英灵，有些事情我不便擅自透露，见谅。锦云，好久不见，该有数千年了吧？还是喊我北洛吧，我是他，他可不是我。这又怎么说？简单，我知道他的事，他知道我任何一件事吗？想不到你的性子也能变成这般。别管我怎样了，还是说说
你怎么把自己折腾到这个地步了？我把自己葬在了西陵，或者说，是镇在了西陵。你也知道我的命格是天元一气格。啊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搅你们说话。无妨的，小英子，多谢你之前送我的那些东西，我很喜欢。 你是长柳吗？长得一样，声音也一样。他是我仿效斩三尸之法画出的分神，只不过没有完整的记忆罢了。这么说来，你真的是轩辕皇帝，是我们岑家，还有好多人的祖先。皇帝已没，这世间唯虞姬轩辕而已。你可别喊我什么祖先祖宗的，我听不习惯。 那我要是真这么在意称呼，便叫我一声前辈好了。好的，前辈，你说的天元一气阁是不是那个四柱皆同、纯一不杂、千古难觅的命格？据说有这种命格的人，必定成王成相，立下千秋功业。难道这是真的吗？<笑>原来后世。 倒把天元一气阁说成这个样子了。它虽然罕见，却也没这么神妙。再者，所谓命与运，你若去信，也不过是个事罢了。事有所趋，但同样能被破去。天下间，又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？我命中相坤，六爻为阴，到得死后，反而阴极转阳。 以此一体作处，便足以镇住西陵的魔气。那么眼下还在西陵的你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？虽有气息，也不能再行动如常。乌之堂当初只有不少半魂莲，因为担心城中的魔气随之异变，我派了人前往清除。但战事过后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半魂莲多少还有残余。 加上他们收藏的梦魂之，便可知神魂善变。天元一气阁之人，命魂又与常人不同。我猜测，是这种种缘由相交，才造就了飞升飞死之态。西陵故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魔气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 靖远大人，大人，让我去西陵吧。不是你别，就交给大王。那吉霜怎么办？今年的花世界放在那儿，原本就在七日之后。城中集聚的人，怕是远远多过西陵普慎两地家总。何况颍川、浩明与吉霜挨得那么近，万一你说的这些谁不知道？可没那么多的战士。轩辕丘有再多的不足也没用，那些怪物又不是人，他们凭空出现，凭空消失。 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会被袭击，各处的兵将敢动一下吗？就算我和大红去救，也是冒着友雄这边转眼会被偷袭的危险。难道就没办法了？清醒一点，老子不想救吉霜那么多人吗？要是拼了命能把他们救出来，这条命算个什么？吉霜三翼人是多，可那边的战士人头加起来也比不上西陵或蒲山任何一地，他们怎么跟怪物打？ 我们又得带多少兵过去才能救下点人？缙云大人，不能去找缙云大人吗？滚！缙云的身体，你让他去送命啊！我会出战。乌照说过，你不能再去战场了，还顾得上这些吗？大人，燕云市来报，燕川、浩明两地也燃起了烽烟，应是遭袭。果然变成了这样。
七双三翼都已经再探，是，但这半日来，夜营已经累死五只，剩下的怕是没那么利落了。不管这些，继续放出。大人，夜营驶来报，西陵无人出城，但城中烽烟由赤转青。 雷祖，这是让我们先驰援别的地方。对，吉霜岛西陵比到有熊进的多，他说不定也看到了那边的烽烟。他向来有成算，西陵战力又强，是不是城中的情形没之前那么糟了？大人，要是这样，是否我和大红就带兵赶去吉霜蒲慎？ 皮部的战士由荣东和大红各领一半，全力奔赴西陵与蒲慎。缙云带饕餮部驰援吉霜三翼。是。饕餮部只需给我五十人，有熊不能再调走更多的战士了。对上魔族，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绝对安稳的。 大人，您莫要太过忧心。雷祖大人的鹰部几乎都在西陵城内，虽然鬼市身处乱羽山，但乌志堂大部分的人也在西陵，加上您前些时候刚布置的机关，那边的战力绝对不弱。烽烟又由赤转青，雷祖大人会不会是找到了什么破局之法？ 我在有熊见过你一面，有熊来救我们了。阿娘，我刚才好害怕。带着这些人出城去，快！饕餮部的战士会在那里接应。是。活不下去了，我们活不下去了。怎么会忽然冒出来这些怪物？你先走，来没有见过。别哭了，就算是死，也不要哭哭啼啼的。等下我看看能不能引开他们。 你找到机会就跑吧。猪八戒，你是缙云大人，您来救我们了。一路上的魔暂时被清除了，快走。是，我去喊上我的朋友。 玉令，大人有何吩咐？文天谷那边还是没有回应吗？没有，按您说的，从第一次收到夜影使的传信后，就已经令人不间断的敲击，只是天界和人界，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，大人。
往城外跑，路上不要停。好，好的。靳云，照你之前从魔域脱身后带回来的消息，加上我的一些推测，我觉得魔应该不能轻易地出入人间。你此去极霜三翼，务必要仔细寻找是否有什么看起来疑似两域通途的地方。若是有的话，一定要回去，不然杀再多的魔也没用。倘若在极霜无所获，那就尽力救出能救的，然后赶去西陵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我们在衍川和郝明两地没有发现您说的像出口一样的地方，那两处的魔似乎都是从极霜过去的，
能救的人也已经救了出来，尽速离开，把所有人护送去有熊。您不跟我们一起吗？我去西岭。西岭，荣东大人不是已经带了皮部的战士过去？而且那边的情形应当好过姬双三一。不，我和姬轩辕猜测，雷祖是封城而战，怕是已经存了决死之意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从姬双三一救下来的人被鬼使杀尽了，他带着无知堂的祭司忽然出现，下手毫不留情，老的少的一个都没有放过。你活着回来，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带给我？鬼师说知道你要我们护送那些人会有凶事，他就已经明白了您的选择，此事除去生死之别，再相见。缙云大人，什么事？后敌，西陵无知堂的后敌求见，我们把他拦在了城门处。我过去。在那儿做什么？啊！怎么搞的？跳下去了！来人，让觉多去上面看看情形。我即刻找人，但是，缙云大人，觉多已经战死在不慎了。无论是谁，找几个脚程快的人去吧。崖下也别忘记搜寻。是。百多年来，有熊和西陵一直是这片大地上最强盛的两个部族，彼此之间时有往来，这一带的两位族长更是结下婚盟。及至轩辕丘建立，更有不少西陵人迁居有熊，成婚生子。如今鬼师密令已至，他们到底能如何行事？无言一死，或许便是一个选择，既不负西陵，也不负有熊的亲朋。一定要到这个地步吗？西陵成灭，鬼师盛怒，他怨恨你们不曾全力驰援，
已经将整个轩辕丘视作仇敌。后帝，你是他的进士之一，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这些？虚离大人，也就是前代鬼师，他过世前曾嘱咐我多加留意。留意什么？乌爪大人无疑是西陵800年来天赋最强的鬼师，可也正因为这份强大，他只愿求全，心中并无多少常人会有的成败兴衰之念。您不必怀疑我的用心，我愿以乌之血起誓，对轩辕丘所有人皆无恶意。或许您可以先听听我的打算。请讲。诛杀鬼师。所以靳云就同意了后帝说的。即使已经发生了那些事，他也从没想过去杀死吴昭。几天之后，又传来了魔在各处现身的消息，不少小部落里没有烽火台，就那样无声无息地灭族了。而吴昭带着乌之堂余下的人，开始四处屠杀，无论人魔，都不留活口。他恨魔族，也恨我们。真是疯了。到最后，我和后帝以饕餮部所有战士的命为饵，牺牲掉他们，设计斩杀了吴昭。我甚至怕他死不透，或是以什么秘术作为障眼法，我连他的头都砍了下来。也许一开始就是个错。如果我直接去了西陵，让饕餮部去集霜三翼，哪怕我就死在西陵。哪里有什么对错？谁希望是这样呢？就算真的能选，要面对那种选择，已经是最残酷的事了。怎么做都不是万无一失。情况那样危急，没有人知道每座城里会发生什么。靳云的身体也可能在战场上忽然就崩溃了。吴昭他是以燕陵和天禄城布局，让你，这是他对当年的报复。我一直隐约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燕陵的魔核寄生植物会彼此敌对？如果是要灭城，他们之中任何一方就足以把我们杀光了。原来是故意这样，这才能拖延时间。要是燕陵的人早早死光，你根本不需要再选哪一边了。贝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都不知道。这是你的错吗？有些事情就算想透了嚼烂了，也只是自己难过，都不如捅上仇人一刀来的爽快。快点起来，哭有什么用？我当务之急还是要对付吴昭。先前赤水的魔忽然增多，现在看你似乎也是受了伤，同他有关。他找到了我以阵法封闭起来的西陵，打算让那座城重见天日。但我们在百神祭所激发九井的灵力时，他应该是隐约察觉到思维的情形，想不顾一切赶过去，被我拦住了。我在现实中的力量远远弱于在梦中，虽然一时困住了他，却也失去了对西陵法阵的控制。这么说来，他难道是想在西陵城里打开一条往魔域的通道？他始终是想灭绝两族。若是两处连通，人魔相争，对他而言
是最好的结果。北渊海内乱，怕是也有他在其中高贵。你可以再出去吗？天星禁窑引发的魔族异变差不多结束了，赤水的魔也被扫荡过，我离开此地没什么妨碍，不过还要麻烦跟你们一起的那个眼妹施法助我凝实一下神魂。可以。我想去鼎湖取回我的弓，先前那把只是以精神力变化而成，弱了，眼下我们也进不了西陵，乌兆定是在封城修复法阵。那便先去鼎湖。